曾经我是一名普通的投资者，收益并不高，让我的生活一度陷入了黑暗。我非常感谢尊者，感谢他为我开悟。现在的我财富自由，吃喝不愁，是他让我成为了一个新造的人。如果你现在还在犹豫啊，那说明时机未到。钱放到卡里能升值吗？只有放到我们这里，才能有稳定的高收益和高回报。林七和，绰号牛头，犯下50多起金融诈骗案，是你啊。一场天灾，一次生病，这要花掉多少钱啊？你恨过天吗？你恨过地吗？我只不过是多拿一些钱，那又怎样啊？死到临头还嘴硬啊。曾经我茫然前行，要加头的来我这里登记。我把我老婆本给你。我给大家1分钟时间选择继续转账的人，就跟他一样。时间差不多咯。你是罪人。我是罪人。你是罪人。你危害人间。我危害人间。辜负苍生。我辜负苍生。好，3、2、1，开机。我是罪人。我哎呦，轻点。尊者。